我给我弟打个电话，看他们到了没有。过五分钟之后再打。好。赵敏山的事儿结束了。做呀，下午和你们办正事儿，不好说。这也是正事儿。快笑。到了，快下车吧。你脑子筋又断了？我是下意识的，我这手呀。刚才没认出来那是乘客的车，所以才按了喇叭键。你按就按，紧张什么？走吧，从这儿上去。不嘛，违规小，偷偷哭也算啊。有没有过？干什么？既然都说了，你就说完呗。他说分手，我一遍一遍的打给他，他一遍一遍的挂掉，连半句话的时间都不给我多说。后来我就不敢打了，怕打多了他被家里骂。分手半年后，终于有机会回北京，隔天就要回去。那晚他还是不肯见我，我没回家，在火车站站到天亮，直接走了。在北京出来见一面，我的净土你渐渐无感，谁又会替我
承担。我们说好天长地久，却终要走散。等到慢慢放下抵抗，任时光流转，不曾想爱情不是历经磨难那么简单。我们等到剧情反转，还保留期盼，站在你不再也流不出泪的夜晚，街角的路灯途经的暗淡。你分手之后回来过？啊，我知道你专一啊，但是我没想到你对归晓感情这么深。在忙吗？今天放假，那你秦小南还好吗？说想你了。我也是。我带他过去看你。不用，我过来看他，正好看看孟小山。奖励你的。